39万肾脏病患一年花掉健保533亿元，年年蝉联健保支出第一名，洗肾人口更突破9万人，台湾成为世界第一洗肾大国。国健署调查，10位成人就有1人可能有肾脏病，多数民众几乎没有察觉。面对无声无息的威胁，如何预防慢性肾脏病的发生？周晚间8点，南部开讲，面对最花钱的慢性肾脏病，你所不知道的真相。